好，那么接下来呢，其实实际上就是我的今天的这个新的小伙伴啊，跟我们大家的这个观众第一次见面的这个时间。那我想作为我的新的摄影师，也是我新的这个节目搭档，先来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叫王林毅啊，我是刚子哥的新招的一个摄影师啊，非常感谢他能也不能算招啊，用招这个词儿，咱们有点见外了，生分了，就是咱们缘分吧。是你继续，没事，继续。啊，就是我叫王林毅啊，我之前也是做那个摄影师一样的，但是拍车的话，这个我接触的并不多。哎，我今天跟着刚子哥了解很多，第一次啊，OK 那，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这样，就说是跟我们一样的去叫咱们这个，这兄弟就管他叫老易就行了啊。以对，后呢，就是叫我他呢，会站在他的这个立场和角度上，和观察者的这样一个身份上，来和我们一起看每一台这个车辆的这个测试后的结果、静态动态的表现，啊，以及是不是能够去从各个方面的一些角度，比如说作为一个新手和作为一个老手，比我新手比如你，啊，去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台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这样的一个聊天的这样一个过程啊。那这个也会作为我们说在静态和动态部分的这个测评的每一个断章这一块，作为一个这种聊天的一个后续，去给大家做一个不同视角提供。那我们之前已经进行完了有关于底盘部分的拍摄，啊，这个我们现场你也作为一个体验者也看见了，然后整车这个外观部分的一些解析，包括这个前排乘坐空间、后排乘坐空间以及后排储物空间，甚至于像整个车辆问题解析、问题收集篇，那在这些个篇章当中的话，其实实际上基本上是抽丝剥茧，把整台车型从咱们说静态放在这里不动的情况下，你能体验到的一切，80%吧，几乎都已经做完了。那么从这个到这个阶段为止，你对于这台车型整体的认知，就是从底层这边去看的话，它的认知是个什么样？我的认知吧，感觉，我们之前不是做过测评嘛，就是它的底盘很高，而且比如说你上普通路你一说这个，我啊，们就今天正好对比那个风骏皮卡。咱们都说这个皮卡车型都是小号越野车，为什么？是，就是它能装东西，能拉东西。对于我们说这个日常，比如说你私营业主啊，或者说是这个小产权人啊，甚至是我们说创业的这种啊初期的这样一个规模来说的话，一个皮卡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咱们说做实体的、实业的这种。那针对于 SUV 来说，很多时候都说 SUV 就是越野车，为什么？说这个话对也对，说不全对吧，它也不全对。就是它首先不是那么强的越野功能，但是确实底盘高一点。对，前面刚刚你比如说你去哪个地方稍微有点什么，你烂习惯路，有点什么路不好的话，路况不好的话，你可能这个底盘高就有优势了。底盘高这个优势就是我最起码车不会有太大的受伤，这是第一。第二是我人在过坑的时候会有剧烈的颠簸，那轿车来说的话，可能你就得躲呀，你不躲的话，那可能蹭底盘就家常便饭了。SUV 稍微深一点的坑，它是可能过的。咱们就从这一点上去说话，作为一个新手，那你一下说底盘高这一点，其实实际上我们也是能看到这些。但是话也说回来，就是今天我们在拍底盘的时候也注意到了一点，底盘部分的最低位置这一块，还是要必须要向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底盘部分它最低点不是排气管，而是我们说靠近左后轮的那个油箱部分的位置，那个位置是一个相对较低的位置啊。正常的底盘离地空载应该是在200，那我们坐满5个人，平均一个人80公斤，5个人400公斤吧，后面再加一点东西就将近500公斤。那这种情况下呢，承载半吨这台车型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底盘部分降低的话也降不了几公分，就是能够有180以上，日常情况下我们说城郊包括郊区甚至野外几乎都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而且从整车这边的这种设计上面去讲的话，我们也认为说，至少从我这个角度上去看的话，更多的去把一些这个问题点暴露出来，去给你们或者是给一些新手去看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作为车评的诚意所在。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就单说这个尾舱部分，尾舱部分的问题不是很多，我们今天细数下来，无非就是一个绳子长短问题，再就是底下稍微要做一些后期的隔音，就这一点，就分两点啊，就有些时候你像一些消费者，他喜欢你出厂的时候你就给我，有些时候呢他不是，有些说哎我后面再加也行，为什么？就是这跟每个人的钱包里面装的钱多少不一样有关系，成本高低也就意味着你的车售价高低。但说到售价的话，这个车目前最高售价就12万8，而且你看这车玻璃上刚才贴了啊，就说是有一个尊享0年0息月供的这样的一个东而西，且那还有活动，
啊，有活动，然后就是它可以一半对一半，就是你可以先首付50%，剩下50%你再给。那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得看，大部分的金融方案呢都说是，哎，你可以先首付10%或者20%，但是利息很高。是。啊，你要么先付70%，利息相对低一点，你可以还少一点，但是一开始压力会很大。一半对一半的这种金融方案，我觉得倒还是一个比较合算的，啊，还可以。这对于比如说一般的这种购车住入家庭，那他，再去购车的时候，他可能想着，哎，我这个钱还能拿点干点别的什么事儿，我不要一下把这个钱全用掉。是是是。哎，他就有这种考量。你像比如说我们，就隔着你的话，哎，我把这钱我拿出来买个设备不好吗？对不对？嗯，所以从这一点上去说的话，我觉得可能，价格上面来讲价格上有优势，有优势，也就没有那么太大的压力。唯独就是我们今天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有一些纠结的地方。比如说到这个乘坐，前排你像咱们两个人乘坐，挺好的，舒适感挺好。啊、像我这个身高1.7米的身高，感觉这个空间还是有一个两个拳头，感觉还是不错的。哎，后排的话呢，就是在中间后排稍微欠缺一点，哎，稍微欠缺一点。但是你想，这个车主角也不是很大，嗯，而且它的整个定位比 S6 略低，所以整车这边你配置足够，然后做工这个是最主要的嘛。对。然后下来就是它的一些瑕疵、瑕不掩瑜的地方，那我们也认，对吧？就是有一些地方确实不足。是。但是这个车型，你说就是作为，就是假如说啊，你要再买一台车的时候，你会考虑一些什么因素？就以这台车型去立一个标杆来说的话，首先你要作为一个年轻人的话，肯定会外形是第一啊。那是你肯定不能跟你肯定不能跟我一样，因为我老了，要选择一下。嗯，对，因为我老了，咱俩也就相差几岁嘛。反正我想法就是，你看一台车肯定要看外形，看外形，而且哈佛这个 F5 外形感觉还过得去，过得去啊，就是它肯定没有像跑车那样那么拉风。对啊，这个后面我们可能会外形的话就是剩下就是内饰了啊，剩下就是内饰了。内饰这一块来说的话，其实实际上也不算，就是比较简化，没有那么繁杂。内饰的话，感觉这个最大亮点就是这个显示屏，好像这里就放在这个位置，你看正好冲我这个驾驶人，对，而且离你也不远。是。通常情况下就说是，如果你是一女孩，好比说我要是交一女朋友，老公你自己来弄，我不会弄这个东西，你弄完我享受就好了。副驾驶操作非常方便啊，我就我享受就好了，他就可能会这么说。对。那作为这个驾驶层面来说的话，你看啊，我现在乘坐的正方向盘这个位置，摄像头放这个位置其实就没有，就大多数车型可能会在这儿放一块屏嘛。对，有一个，就竖起来有这么一块屏啊，对，就一个车机屏。那它现在把这个屏放到下面来了之后呢，把上面这块清开了，我们整个视野这块视野是非常宽广，哎，相对要好一点，通透嘹亮。所以其实这个对于一个新手来讲的话，至少在驾驶层面来说，应该是一个没有那么大心理压力的这样一个过程。对，对吧？再来说到的就是现在的目前这个技术，你像这台车型，以 H6 来说的话，我给大家推荐最多的是 2.0T 的车型，就是作为2.0升涡轮增压的这种车，那我自己家里面买的也是这台车，整体来说用的还可以。但是为什么今天拿到这台车去测呢？因为这台车型是一个 1.5T 的四缸机，就同为四缸机，它整个排量啊，相对来说燃烧室容积要更小，它力量输出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今天你一看这参数，账面参数上的数据上来说的话，应该也不算太差，因为你看，将近120千瓦以上的这个功率输出了，对吧？285牛米的这个扭矩输出，而且相对的这个转速范围能够控制在1400转开始，一直到3000转，所以你像市区里面最多面临的无非就是拥堵、红绿灯走走停停，对，哎，然后车速限制，你比如说你限速50、限速40也有，对吧？然后限速60的也有。那你这个时候能够在较低的转速尽可能挂到最高档位，我转速下来之后油耗自然就低了。所以针对于这个车型来说的话，我们在日后路测的时候到时候再看它的这个具体表现。好，这个非常期待。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在后面咱们再来验证一下。但是你像现在啊，我们踩几脚油，后排和这个两侧部分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噪音。有噪音的话，也就是在整个前部中控台这一块，是吧？有一些轻微的，可能隔绝这一块噪音应该在防火墙部分要做进一步加强，但是整体来说没有那么糙，对，还说得过去，因为你毕竟这个车的价格就10万左右，初步购车的话应该还是算可以的，但是这个因为毕竟带了复合之后，车跑起来之后你还有更多的一些噪音，比如说风噪、路噪、轮胎滚动噪音等等等等。那从这一点上的话，我们到时候再去看啊，再看。OK， 那今天答案就先到这儿。然后呢，接下来我觉得，
你看底盘咱们也看过了，嗯，车内空间咱们也真实体验过了啊，问题咱们挑了也挑完了，也给大家看了。咱们这样吧，感受一下这台车静态，好吧？在我这次的这个带的这个 U 盘里面呢，有一些东西。嗯。我们来看看这个车机表现到底怎么样，好吧？好。就如果行，那咱们就看；如果不行，那咱们就看表情就行了。我们的表情说明一切，对吧？啊，你看这个灯就是灯光亮度不够，我这还得摸索一下。好，现在 U 盘插上了，设备目前正在加载。哎，咱们这样，你先来，嗯，这个呢就你先来，你自己先操作一下。现在是有个膜在这上面啊，膜没撕，你先操作一下，感觉。触控来说也相对比较灵敏。你滑个屏试试，它这个屏应该可以前后滑，可以左右滑，就手机怎么用你就怎么用。可能用膜的关系。有膜的关系啊。OK， 那我现在把这膜撕了。没有膜的话，我估计挺好的，触控也比较灵敏。哎，没膜就好一些。那你可以看啊，这上面写的，这上面就没写这个东西，就是按道理这个膜要撕掉，上面写的是整车备用电源石，然后什么什么巴拉巴拉外挂固定设备啊，就是温馨提示，防止这个设备对 GPS 导航进行一些信号干扰之类的东西。但是整体的这个屏幕滑动有一些略微的延迟啊，有一些略微延迟，但是基本上还是能够跟手，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是吧？基本上是可以跟手的。对。而且整车这边收音机、多媒体、导航、蓝牙和语音识别都带了。我们先来试一下导航吧，好吧？我们今天是从机械厂过来的，那我们现在从米通区，我们现在假设要回机械厂，好，我们现在呢就来个目的地，啊，然后搜索一下，你手写会吗？可以，手写啊，手写你写个沃尔特，沃尔特啊，队伍的伍，就是伍长的伍，啊，耳是那个耳东升的耳，特是特别的特啊，你来试试这个好不好用？沃尔特。不是这个五，兄弟，不是这个五，哪个五？啊，我来给你写第一个字啊，这个五。这个。我这个连笔他可能看不懂。这个五。单人旁的五。哎，单人旁的五。沃尔特。啊。看一下。再点上面这个。哎，这就糊出来了。这个啊。特是哪个特？特别特的特。这个可以切换语音输入吗？来了，有沃尔特啊，但是它这个沃尔特的汽车养护中心定位的是巴英国的蒙古自治州，就没到咱们这儿来，所以就这一点来说的话，我们认为说它现在的这个引擎应该还是不完善，就是如果能够结合互联网，因为在店内现在没信号，如果有信号的话可以升级，好，那如果有信号结合网络去搜索的话，那么它现在就应该显示我们今天来的那家店啊，叫沃尔特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在就先它吧，我们现在搜索一下看看，然后定个位看看他自己这儿什么情况，好吧？定位速度也挺快的，大约是3秒左右，3到4秒吧。其实这个不算快，奇瑞的比这个快一点，奇瑞那个几乎就是秒开。看这没网络，这现在没网络，网络不畅已转离到自动离线啊，然后6小时40分钟496公里，准备出发，全程496.5公里，大约需要6小时4分，晚上开长途请注意安全。这里面还有一个温馨提示，有一个语音提示，然后目前 GPS 的卫星搜星是搜到了11颗星啊，可以看到 GPS 时间，然后标准的时间，然后现在整体的这个卫星信号，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组卫星信号里面实际上是有1、2、3、4、5、6组，正常情况下有3组卫星就可以，就是一个海拔，一个水平，一个位移嘛，就可以定位了。但是它现在有6组的话，意味着整车这边的卫星接收是没有问题的，是啊，而且它现在定位跟当前定位的位置是，我们现在这家店旁边的这个华城林肯中心，因为这个家店比较大一点，所以它定位就在这儿。在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店面定位当中来说的话，它可能偏移了有个10来米吧，可能不到，是在可许的误差之内，在可许的误差之内。但是随着我们这边就是包括像北斗导航的支持啊，包括咱们国家的卫星网络建设更多以后，辐射我们我国地区本地这边的这个卫星信号就会更多一些。那个时候就会有更好的一些表现了，我们还是期待一下啊。OK， 那么导航这一块来说的话，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能够根据路况，
然后去给到更多的一些东西。就是你如果打开这个的话，打开路况这个功能，它会根据路况及时调整你当前的行驶路线。比如说前面堵车了，你给我绕道去，它别让你堵着，大概其实这个意思。然后分为3D 和2D 导航，这个都是最基本的功能了。啊，顺便呢还有收藏夹、我的爱车路、车牌号，然后你可以根据当天的这个道路是不是单双牌号，哎，它提示你，你上车一瞬间只要开了导航或者没开，主机就会提示你，是，今天你这个牌你不能走，今天是限单牌或者限双号、限单号，你走不了，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也 OK， 也还挺好。其他方面来说还是要有更多的一些这个功能需要添加，比如说你临时找不到卫生间了，尴尬吧，哎，他会告诉你地图哪个位置有卫生间，有公有这一点比较哎有公共厕所啊，就是这个最需要的可能还不是咱私家车车主，出租车车主最需要那个东西。还有就是什么呢，加油站就不用说了，停车场、美食、酒店、洗车、汽车维修、4S 店服务、银行和购物。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吧，太有用的功能不是太多，因为太贴合说我们自己日常去用到的这个部分不是太多。去旅行的话酒店是要有的，对，然后美食购物都能够用得着，但是在本地还真的不如卫生间这些可能更实用一点，更实用啊，这更实用一点。所以我们觉得可能在 apps 开发上啊，再去想一想有没有更好的一些这种小的贴片能够给我们去去使用，就是你结合我日常使用，我不可能天天旅游啊，对啊，就是你搞点有用的。当然这个可能有点偏执啊，咱们今天就先到这儿。那导航部分来说的话是定位没有问题，然后导航这边手的这个手输入也没问题，那你手写模拟输入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咱们拼音就不用试了，对吧？对，我们还看到这边有个语音识别，咱们来试一试啊。好，请说指令。打开空调。正在打开空调。哎，来了。对。但是他打开空调这个很有意思啊。他开了空调之后，这边是默认给你给了第一格初始风量，然后默认打开了 AC。如果你要再调，那你就再接着调去。啊，这个。请说指令。风量调大一些。正在增大空调风量一级。啊，他一次给你开一格，说得过去啊。那我们现在不光是从这边可以用，在这个方向盘的多功能按键上也可以呼叫。请说指令。打开天窗。很抱歉，本车系统不支持语音控制天窗功能。哎，这个就有点可惜了。这个后续可以，这个后续如果升级你过多加点钱，其实这个也 OK 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我们来把这个风开到最大，好吧，然后我们看看特别吵杂的环境下它这个语音是不是能够接收到我们这边整体的这个声音出来。请说指令。最大风量。正在设置空调风量为最高。哎，这时候车里其实就已经很吵了，我们来看一看行不行啊。请说指令。关闭空调。正在关闭。这个在非常吵杂的环境下，它的语音识别也能识别到。哎，就是我们用专业话语说，就是你收声效果到底怎么样，你拾音的效果怎么样。拾音很清晰，我刚才故意把我的声音压低了一些，而且我还没有太用力去喊，也没有用力去说啊，这个大家可以从我麦克风里面能听见啊，所以咱们这个就不用再纠结了，语音识别还是 OK 了，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到时候我们在路上的时候跑起来，我们再来试一试看一看，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噪音会更大一点啊，咱们再试，到时候咱们记着啊。然后我们来试试什么呢，就是有关于车辆的蓝牙。因为之前你手机拿了吗？拿了啊，咱们试试蓝牙。因为之前的时候就是有 VV7 的车主给我们反馈说这一套东西蓝牙似乎连接不是很稳定，我们来试试看。嗯，可以。那我先呼开蓝牙界面啊。好的。设备名就是 HAVAL， 你记住啊。好的。然后我们等一会儿可以搜索一下，你开个蓝牙我看看。来，开了啊。可以被搜索到吗？嗯，等一下，你这放一下。你这个设置了没有？能不能被就是对外搜索？那我先搜索了啊。S8能收到我是不是 S8？
对 S8 S8 加是吧，嗯，就这个 Galaxy 啊，对，三星手机，对，我说说到你的话，它可能显示的字符不一样，它是个这个东西啊，不是，那个是我的这个那个上机，就是、哦、就是你现在搜的是个 WiFi， 你要看的是个蓝牙，然后我现在等一会儿它现在在转搜索可用设备，那我现在已经搜到你了、嗯、我就先搜到，我可以连啊，对，我先点一下，配对了，配对了吗？哎呦这么快，对，715166啊，对，来一个啊，现在他会先访问咱们这边的这个语音通话，包括这个媒体信息都有了，但是他连上是吧，但是他现在连上了后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我不清楚啊，我、哦、现在看他连上，但是他没有通知我，你说需要一个提示是吧，哎，对，就比如说我现在蓝牙，他现在给我说一句话，蓝牙已连接啊，他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咱们得有，嗯，可以，这个是，这个的话如果你当时你连接的话你也不知道有没有连上，你不可能边开车边去看手机啊，那对，就是副驾驶，好比说咱们的父母，就有些时候可能有些时候他们可能对于这个手机啊这个东西不是很敏感，高科技东西不是很敏感，他好不容易学会连个蓝牙你还不告诉人家，他可能就以为没连上，那你怎么办，就咱们放首歌试试这里面有没有，有，哎，来一首听听看蓝牙的音质啊。
换一首。嗯，朋友关系 ，Jesse C， 公子杰，嗯 ，Jesse G。有没有？你想听哪种？不是我想听哪种。感动的还是？就有没有能够？啊，这样吧。嗯。OK， 那蓝牙现在连接没有问题，是吧？然后我们刚聊这么多天，它也没有断，就说明蓝牙是 OK 的。嗯。我们现在直接听我们现在 U 盘里面的歌，好吧？可以。蓝牙就可以断开了啊。我们现在就直接先来 SRC， 然后视频部分，哎，就是这个了。刚才我们听的就是这个。哎，你再听这个码率就不一样了，这是高品质音乐，相对好一点的。中音还是不错，这一块这个中音颗粒感特别好，但是高音不够亮，它的机弦，它是不是脚下有一个加啊？有一个，不是，它底下有一个效果器，在低音部分有一些音染没有分开，高音欠缺一点亮度，但中音很出色，中音很出色。这个击打琴箱的时候，这个显示是一个重音嘛，对吧？一个鼓声嘛，稍微有一点点收的不是很快，有点粘滞，就是它打完了以后，感觉声音还会往下延续一下，没有一下就收回来，因为它还要再接着击打。啊，底下是个效果器。中音不错，但是重音不行，重音是有粘滞的，有点粘，哎，有点粘，它不是很脆，不是很利索。高音也不是很亮，刚才他在击打这个，我们说，比较低的频的时候，他是给的高音嘛，高音这一块也是没有太出来。OK， 那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到这儿。然后总结了一下刚才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呢，音乐部分的话需要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无损音乐去支持它，它才能够让这个整个音响，算是能够达到我们一个还过得去的程度。你要是普通的 MP3， 那就肯定没有说我们现在视频里面听到的这道感觉要舒服很多。所以整个视频的这个音场定位也好，它是都需要修正的。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的整个这个音源，它是偏厚。我们往前调了一点，调到大概去这个位置的时候，在视频上显示是这个位置的时候，哎，就好很多。然后低音部分和中音部分都需要加强，中音部分的表现出场还是很出色的，但是这个喇叭也可能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全频喇叭吧，可能在整个这个低音中音上的这种切换还不是做得很到位。那当然，你就10万多块钱的车，这个东西还是需要能够做得再好一点吧，或者是你或者是你能够给出让消费者说。我把这车买回来了以后，你能不能给我给一个升级方案？嗯，这个我不要了，你给我收回去，给我折点价钱。对，我换个好一点的，你别让我掏太多钱就行。啊，我觉得是不是这个还是可以有？啊，你像我们在我们这个年纪，你在车上就是这个屏幕大小，咱们看着还是可以的。对，蛮舒服的。啊，蛮舒服的。而且你说看一个这个电影什么的，音响要是稍微能跟上的话，我觉得车里面这个环境还可以。啊，还是可以的。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再简单看点别的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U 盘里面不光有这些东西，还有一些照片什么的，我记得好像是，哎，这个照片，哎，你试一试，这个多点触控，你自己用手机吗？嗯，哎，这还感觉还可以啊，可以，嗯，
而且整体也很灵看看能看能不能放太大。这个是根据图片大小，根据图片大小来放大，嗯，啊，然后啊，我因为这里面测试图片我就这一张，但是整体来讲的话，正常这个正常的高宽比来说的话，长宽比看着还挺清楚，嗯，说得过去啊。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屏保是吧，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屏幕啊，我觉得这个灵敏度是不是再稍微加强一点？因为你一段时间不呼唤它，不呼叫它的时候，你再点的时候，可能第一下它没反应。是啊，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再做一做。然后就是视频部分已经验证完了，对吧？咱们现在就说是再看一些别的，看还有没有。蓝牙部分验证完了，视频部分验证完了，然后音乐部分我们刚刚也试了，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现在这个时候，咱们现在你看你手机也连上这个蓝牙了，嗯，然后整车这边也体验差不多，就是基本上现在软硬件。静态下我们都已经 OK 了，你能不能再给一个这种个人感受？个人感受，嗯，就现在如果说就是这个车最顶配12.8万，嗯，你购车预算如果是10万多，也就是带这些配置可能会稍微少一点，因为毕竟它现在是个顶配嘛，啊，如果是12.8万让你买这台车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嗯，12.8万的话，嗯。想法就是一现在的配置，如果其他地方就跟刚才你讲的话，其他地方要可以升级的话，就是我手上有，就是我愿意升级，对对，我也愿意掏这个钱，但是你有没有能够在现在这个基础之上再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比如说音响部分的这个音质，触屏部分的这个手感，包括它的这些响应程度等等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是吧？那就是基础这一块来说的话，你觉得还行？对，基础的话已经达到这个价钱的标准了，嗯，反正而且今天我们看的时候，整车这边也没有给那种说像日本车那种比较偏薄、偏散的那种感觉，好像也没有。嗯 ，OK， 那我就明白了。那我不知道现在周围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啊，你们是不是跟我旁边这个老易同学一个想法？我觉得你们也可以按照我们今天这个流程，自己来展厅里面看一看这台车。那也给我们一些设备不支持该命令啊，那也给我们现在就说是更多的一些这个时间，那我们呢也是做一些更完善的一些路测，到时候再来给你们再来看这个，好吧？我和老易现在就要去吃宵夜了，我们饿了啊，现在已经3点钟了，3:04了，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再次跟大家说一声谢谢，感谢大家的收看和支持，对，那我们也会更多分享更精彩的内容给大家。时间也不早了，就先这样吧。欢迎大家关注0991车评中心，也欢迎大家关注我和老易的作品。那我们呢也会在优酷和汽车之家同步的去播放我们现在的影片，包括咱们现在的一些这个近期的一些这个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这里是真刚，我和老易呢会在下一期节目当中与大家再见，拜拜。